小贝妹妹跑酷十一，是认输还是要反击？哈喽，鼠民们，我是你们的小贝公主啊！那个丑小贝居然开直播当起网红来了，先看看他在搞什么鬼。我就是网络公主了又怎么样？你们能拿我怎么办？来打我呀！哈哈哈，我是公主。居然还有这么多人给他打赏，安茶老大，你赶快给他点颜色瞧瞧。安茶是吗？我看你是绿茶才对。你都已经做了那么多坏事了，居然还不肯放过小贝和糯米糍姐姐。今天小贝就要曝光你这个大坏蛋，让你在网络上遗臭万年。这个臭小贝，看我不干掉他！他身后好像是正在建造的金字塔跑酷，赶快给我查清楚他的 ID 在哪，本美女马上要过去灭了他。查清楚了，他就在前面，这次可千万别让他逃走了。好家伙，他们终于上当了，只要能把他们引入这个金字塔内部，我就能帮糯米糍姐姐出气了。你这个臭小贝，快给本美女站住，竟然还敢在直播间里说我坏话。哼，有本事你就追过来呀，这个金字塔可是我专门为了对付你而找到的呢。你这个小垃圾。哎呦妈耶，地震了，这个小贝居然还放了现金，兄弟们大家快跑呀。跑什么？我可绝对不会放过那个小贝的。这是谁的腿呀？不会是木乃伊的吧？过去看看。麻了，你给我站住！糟了，快跑！是你的安茶。妈呀，选这个地方真是要吓死人了。这里是一个已经荒弃多年的博物馆，里面说不定会有复活的幽灵什么的呢。你自己现在就被包成了木乃伊，这样子就怪吓人的了，居然还吐槽幽灵。你要是这么害怕，就别把我引过来呀、啊！哼，后面还有大礼要送给你呢，谁叫你一直这么欺负小贝的？好家伙，你以为区区一个西瓜敌人就能干掉我吗？有本事像上次那样和我同归于尽呀！切，小贝才不会再那么傻了呢！小贝要让你一个人受到所有的教训，看你以后还乱不乱欺负人！糟了糟了，这里太大了，我一不小心就跟丢了。听说这里还有黄金是吧？小弟们赶快抓紧时间拿麻袋装，先不要管那个小贝了。小贝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糯米糍姐姐，快跑呀，这里很危险，马上就要爆炸了。开什么玩笑呢，我一直在这里上班，没有什么危险啊。我们建筑队接到了活，要重新改造这里。可是那些西瓜敌人是小贝偷偷放的。哎呀妈呀，怎么顶给掉了？快点快点，赶快逃离这里。小贝你不要害怕，姐姐会带你逃走的。哎呦，好凉快哟、哦。